行动，行动。刚刚提到的关于德国他们说的意识形态这个部分，我真的觉得就是，这就是我的论点。老师同学好，我是40号的余嘉欣，那我这次要报告主，以上就是我的报告。嗯，人卡住吗？没有，那个，哦，我知道，应该是定格，对，应该是我网络有问题。OK， 我知道了，好。反正其实我刚刚提到的关于德国他们说的意识形态这个部分，我真的觉得就是，这就是我的论点。又卡住了吗？真的假的？是定格了。好 ，OK。对不起，那应该是我网络问题，还是老师，我干脆就找一个时间再把报告传给你，这样子比较快。对，嗯，其他想法，其他想法我是。其他想法的话，我是觉得，怎么黑屏？Hello， 老师，我这边整个黑屏都看不见。还是老师，我不要浪费别人报告时间好了，我先下，我真的不要浪费别人时间，我再传报告给你。我刚刚提到的关于德国他们说的意识形态这个部分，我真的觉得就是，这个不对，为何要退？不无本装，不认真，请不要整个报告紧张。梧桐雨下，瑟瑟起，随风了去。还不跪下？不能，给你跪下！大胆真狼，吃醉。我刚刚还是看着这个吃醉啊，真狼。我去，他是贵妃服剑，谁敢号称制服了？一统殿下不会吃醋。